成这么说，你的头发长得这么长，怎么还不去剪短它，做一个好榜样。记得当年年纪小，爸爸的说话就是宝，一手拿着三毛钱，一手拿着鸡蛋糕。让我们靠近，勇敢让主陪你一起扛，敞开你的心。好吧，整个就一直慢慢疏忽了，然后就千方百计的就是要我妈妈她的东西，结果我妈妈跟她讲，好了好了，你等一下再讲，她讲你的异地有话跟你讲。做一个好学长，我哥哥一听到，当年我胆子不小，老师的说话我当作草。他都要怎么样？他都要像周杰伦一样。周杰伦说的，听妈妈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没办法喽，就拿着那个电话，一副那种随便你要我。怕我们偷偷塞东西给那些犯人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了。反正你要交东西给他，你要交给警察，哦，警察会检查，没问题了，还是什么。反正你就已经隔这个玻璃，所以那时候我哥哥隔着玻璃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也有点急呀，因为我很少在马来西亚嘛。然后就算我在马来西亚，我也会去看他。所以那时候看到，怎么会来？他也没有听我了，他只是惊讶完以后，一直跟我妈妈说。或许你无法解决曾经所有的困扰，但是主愿意为你敞开心。或许你无法面对世上所有的问题，但是千万别忘记主耶稣。敞开你的心，主愿意倾听，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。